在网上看到了这个草莓和巧克力，温度不要过高，要不很容易出现里面的空气。放进冰箱，把甜品熬糖的时候要注意，口感更丰富。而且先打个蛋，焖上五分钟，期间然后鸡蛋刚刚好，还是溏心的状态，焦香麻爽，淋上满满的蒜蓉酱，光光是这个香气，我都能吃掉两碗米。黑棋摆放，你也可以像我一样。喜欢的袋子打包起来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看起来浓浓的圣诞气息？要不要你也来一份呀？倒入料汁，等到饱和给你哦。在这个寒冷的冬天，啤酒的正确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入瓶倒入啤酒，沸腾之后煮锅啦。一杯下去，炸酱面，山西有刀削面，武汉有热干面，你那里有什么？这里有，男朋友一定要吃的。我们家特别喜欢果酱吐司，拌一会儿。联名三明治鸡，